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非常感谢各位利用礼拜一到礼拜天每个中午的12点到12点半收看我们台股72变这个节目内容。那特别是今天哦，那我们先看一下目前报价。目前报价呢，台北股市涨了21点，报在9016点。今天好跟后礼拜上最重要的关键你大概看一下哦。请问哦，针对今天也好，针对下个礼拜，请问它的主要关键在哪？它主要关键在这30分钟，哪30分钟？来，底下哈，这里点，我大概把时间哈抓出来，你看一下哈，在今天早上的10:50，8995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加醒8990，然后一直看，好结束啊，10:25，伊真正的关键是伫10:50。11:25哦，来这半点钟，为什么？因为这半个钟头在标准，我们如果用一般哦去观察它的形态结构，从短架构来看，今天的关键在8992点，理论上没过，没过。我讲一摆吼，理论上它不会过，可是它有没有过？它过啦，它过啦，一过啊，一什么？来，到8995对不对？心来8992，过起来8994，伊甲你讲我过啊啦，啊过来要安怎？过来后礼拜，我刚刚吼，我们在上个礼拜一直到这个礼拜一，一直到今天，我来看缓吼，你做听者，我是不是在节目上跟你报告说，我个人建议啦，你上好卖走，因为哈，那会从业人员叫人卖走。我所谓的卖走，就是说你做的都很顺，你做的都对，那你当然就继续做啊。可是，如果假设哈，反正你都看伊不顺眼，你又逐天要甲空，啊，恁老师带你都一路空，我来看还吼，你上盖无够输100点，来，你最少再输100点，为什么最少再输100点？不是不能做空，绝对应该做空，那就不能做多，错，多空都要做，因为呢，当我们在做你在做指数的同时。没有那个一路空一路多的啦，不是这样走啦，要做对啦。关键是你一定要做对啊，问题是那当时没有那做对。我举个例子哈，来，这是昨天啦，这是昨天张。我们每天呢，我们所有的成员哦，他在下午4点过后都会拿到研究报告。每天呢，每天哈，每一天，我稍待时间够的话，我们最好把过去60天每一天的报告，我一天一天给你看哦。那最主要的关键在于，那到底是要哪走？我记一下吼，涨11月17，要哪走？涨完是半空，你唔讲小米，你讲袂使半空，错。要做对，要做对，那整个架构拉好，然后呢，针对每天的操作，你怎样讲？咱大刚安尼走拢掉，啊，就照这个模式一直落去。要做对，那你的前提是不能凹。下面叫做不能凹，明明做错方式了。啊！伊明明都规个起嚟啊！啊！你讲我就改变，改变不是不好啦，问题是咧足辛苦的啦。你说那我就照你肖明讲的、啊，你的看法是1月20过后，全球股市届时不排除有个比较明显的回答。我就等到1月20，啊，你可等两个月，啊，你不如就卖走，啊，何必咧？半空或加2-3个月不计哦。从今年7月份到今天8月、9月、10月，即马11月。过12月，加1月20，将近要半年呢，将近要半年呢，那有必要吗？我举个例子哈，你先看一下哈，做参考了来。这是今天早上，我们向特会拉近哈，今天也在特会收到的每一通简讯，特会哦，啊，这都不是今天的嘛，对不对？这是11月17，好来，啊，今天是不是18，好来。这是18号，12345，特会了哈，特会收到沟通。今天加权指数强弱关键叫做8992，没有错吧？10:51，
10:51不在这里吗？不在这里吗？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关键就是在这，伊这么卡在8992，你后礼拜啊继续往下看哈，你下个礼拜你哈你也看到9090。我跟你讲诶，你就做笔记啦。我无认为我爱唔对啦，啊，如果过去你就回顾过去每一天嘛，哈。所以代表是说，你说那我要空，那你为什么不等9090再空呢？来，为什么哈？我举例哈，像涨啊，另外一涨你嘛无9090空啊，啊对啊，这是当冲啦。我们全体会每天都会做一笔当冲，所以涨是咪底下空，啊是咪就多落，啊是咪就爆。包完料是不是加个做多？你每天看到的，如果有任何一天是不死的，是唔对的，好不？我就停牌，我就负所有责任。不管研究报告、电视上的，我们的操作只有一种，不会像少部分的业者，一天十几种做法，十几笔多单，十几笔空单，那个不是骗人的吗？怎么可以这么做？我希望是没有啦。11月17号，我们的看法，全球股市的高点会发生在1月20日。好，我们昨天节目上也讲过了。好，那如果是在1月20号，你怎么面对它？为什么这么看？我们特别举的，包括昨天节目上我们特别举的，中华民国2000年的3月18号，孙总统、陈水扁当选总统，当选接下来先大跌一天，然后呢，起2000点，起完2000点了哦，开始崩盘。国安基金进去，国安基金全面套牢，套到几乎跑路。我这样跟我一起熟悉，来，你再看一次哈。所以会员，请你把昨天的研究报告拿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孙基金当时的李总统刘太英对不对？全面做多这一点爱连任对不对？啊，对了，阿都孙输嘞，啊孙输怎么办？那孙不是这2000点怎么来的？啊，无救这2000点是第一，伊家己要哪解套？第二，伊救起来对不对？新政府接手，啊，就崩者，搞不清楚状况，崩了，抬落来，开始国安基金入去，规路崩落去，是。你做参考了，这是过去的案例啦。那您告诉我说，那国际股市呢？来，先看这张图表，这昨天的研究报告哈，这是国际股市那些个是加权指数到昨天为止，今年从1月到昨天截止。那些给帮我放大放大，这一块这里就好，这里先好。那些个是什么？那些个是台北股市，黑色的是道琼工业指数，道琼指数创历史新高，道琼哦。那你一定告诉我，但是道琼指数在过去这一个礼拜创新高的同时，台北股市行动？对啊，那你再看着它，为什么台北股市也动？不是为什么？已经干单了，因为台北股市是超涨的呀。啊，为什么台北股市是超涨？好，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跟你做分享哈。你看这，涨是11月17，你注意看哈。或者各位，你可以上网到我们固德投顾，我们有一个索马影音，帮我一个忙哦，把这里放大。欧色的，欧色的，是道琼；那色的，是加权指数。哎，你跟 A 不太一样，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观察过去这三个月，你从短天期来看哦，美股是不是创新高？啊，记得这个较厉害，这是像这是日本啊，啊日本那强加是热型，看全图，为什么？这是台北股市，这是台北股市，这个美国道琼，这是日本，啊日本那强加是热型，啊当然嘛是伊强加热型，你唔加讲诶。因为这个是日本啊，多看一摆，不要动哦，哈，画面不要动哦。来，这个是过去三个月，8月、9月、10月、8月到11月，对不对？这是过去三个月短天期的交叉比对。这个日本为什么这三个月来看日本上盖强？因为你时间甲悠长，咱看今年几年来讲，日本是这个啦。啊，所以他要不要补涨？要啊，这个叫乖离啊。因为日本负乖离过大，台股呢，台股在上个礼拜之前是正乖离，是全世界第一名。你自己看，啊，不是第一名，不是第几名？哪些的这条不是全世界第一名？安知咩？啊，所以美国起伊是咪落来？啊，再来嘞，今天的标准，今天是起高点，小有名的。
标准今天加权指数到收盘是涨9点到18点，啊，利用到底是要去高点嘛？怎点？我唔知啊。我的预估，如果台股因为已经完全跟美股，假设以美股当作一个标准轨道，目前呢，乖离率叫零，啊，知咩？如果是零，所以台北股市今仔日合理收盘应该是起几点？起高点，或且则是高点加18点。今天加权指数收盘了，我的看法了。好，那你跟我说，那到底该怎么做？好，我举个例子哈，各位请看哦。这个是上个礼拜五，这是顶礼拜五。来，我一定爱讲哦，这是顶礼拜五。上个礼拜五是11月11号，我们是不是办了台中、桃园的说明会？对不对？顶礼拜五的代志，不是吗？我是不是说所有的朋友，你只要有到会场，你有报名的，我会送你我们的软体。我讲，你我得上另外的软体，软体上面今日已经拜五啊，第五天啊，你已经看五天啊，你后不礼拜用继续看，好不好？也就是说，我们怎么做的每一笔单你都看得到。你有来讲座的，上个礼拜五，或者是三个礼拜前，台南、高雄、台北的，或者是两个月前你有来说明会的，我都有送你我们的软体，让你带回家做体验，没有错吧？啊，你自己看嘛，这是拜五嘛，啊，这是你拜一。这是不是礼拜一？你自己去点出来看，礼拜一是不是在家做多，还是不是溜起来走？啊，来个家为什么特惠被提起？因为30分钟的反转 K D 来到零，我稍待帮你做说明。那你跟我讲，啊，你给起了，你几乎是在本波段的最低点8881，我应该绝对无记唔到的。8881还没到之前，你已经在家等你。请来个8881，最低我记得到8877，差四点，轰者，啊，都83点起来，有无？有嘛？那有无？加半天，啊，有落无？有，啊，有平无？有，这一天尔呢？礼拜一吼，你有来上过课的，我有送你软体，你自己去点出来看，8933、8988，如果有一个字不对吼，我停牌，有一字唔对，我停牌，有做五笔哦。有迄个什么当冲多、当冲短线多几个位置，当冲短线多过几个位置，当冲破段多过几个位置，价差多过几个位置，那不是骗人吗？多就一笔多，哪有那么多个多的？那不是不实吗？那叫诈术。请问我讲的有错吗？咱要带人走，丢就丢，唔丢就唔丢，唔丢咱就停损，啊，就清清楚楚的一笔单。那有迄个做多十几笔，啊，放空十几笔。啊，无就挂喺远远远咧，那不是诈术吗？年纪轻轻新从业人员，啊，都安尼走，啊，然后你给走几年，那怎么办？我没有批评任何业者，我只是说，以我们所接触到的一般分析师，无人安尼啦。请问这个年代的，没有人这么做的啦。该怎么做？对就对，错就错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咪顶礼拜五？啊，这是咪礼拜一？这是礼拜二，礼拜二是要一定爱做锁单，锁单的是讲，假设我们去买进反向的商品，假设 A 股票、B 股票，这是当时的报价，拢伫面顶吼，你自己看研究报告，买30，起价56，假设 A 股票买30，一天内底起价56，是不是赚90%？买90落到60，是不是输30%？爱停损嘛？我请教你，啊，这安尼是咪叫套利？就是套利啊，价钱只只30啊，只90啊，这30、90啊，啊这嘞，这56啊，这60啊，把报价不多在这里，啊你不是套利，啊底下，因为我们全体会员不留仓，对不对？那特惠就一定要留仓，你要另外一个户头操作，依照30分钟的反转 K D， 好，你有软体，你把它点出来，我通通是送你的，我没有跟你。我两块给你，我敢有给你提钱？我无诶，我是送你这两个月以来，来你告诉我，啊，特惠的部分是用30分钟反转 K T， 全体会员一律使用5分钟的 P S Y， 对不对？加嘞，加做多来呀，我随便你啦，啊加半空诶呀，我嘛输你啦，加做多诶呀，我参加你会员啦，加半空诶呀，我参加你特别会员。加康加多，加康加多，安尼美啊！哎、欸，建议跟八贵店嘛呢，
你家己看，你就继续一路空啊！我来讲，你紧紧熬了一百，看到9090啊！你等着看好了，你绝对看得到。好，礼拜三，我是不跟你讲8886加9090，哪里错？好，来把它来，这不是礼拜三11月16，全体会员这是咪5分钟的 PSY， 加康的书，你亲自公告的，很闹可怜的代志。好，礼拜四，是不是昨天？昨天是咪加康抬落来，都爱报啊，啊做多扭起来使走啊，啊是有赢无？唔，我只问你嘛，有都有，无都无。好，那为什么台北股市来？各位请看吼，加权指数今嘛9013，对不对？你加权指数，好，帮我一个忙，把这里是不是五分钟？好，来看左边是不是 PSY？ 好，看全图，谢谢，谢谢，翻到。好，各位你都有，你把它点出来看，你一点都无。啊啦，安尼阁未晓做，我实在嘛唔知要安怎跟你讲。我这图这么小，啊，无放大一点可不可以？你就缩小，缩小，放大啊，小到这么小，跟心电图一样，当然看不懂啊。那你就把它放大。啊！你要看偌大，你要安怎看？啊，安尼看，佫袂晓做，无是要安怎做？你甲我讲。要做到，莫去熬行情。可是莫去熬行情，咱苏耀杰辅助工具，苏耀杰分析人员，他一比一五一十，真清楚甲你交代。啊，做多就是做多，放空就是放空，无迄条十几笔多单，十几笔空单。哎，我白来乱七八糟，可以这么做吗？当然不可以啊。好，那第一个要素，你不能去凹单，我去凹一个多，凹一个空，唔对啦，而是在于你有个辅助工具，你信赖你的系统，然后你的分析人员，你的分析师，一直第一时间会跟你讲哦，啊，这是-50呢，也去呢，哦，啊，这一定会落呢。啊！你著家己做参考就好啊！你问我，我要问啥？啊！你家己看，你问我，我是要问啥？啊！有就有，无就无，我怎么跟你讲？啊！有就有，无就无，不是这样子吗？不然你觉得该怎么做？好，全体会员是不留仓，对不对？那特惠是这样子做，来哦，这是 PSY， 这是5分钱哈。特惠是看起来是 KD， 但是要留仓，我讲一摆哈，特惠有留仓。你敢知安尼赢几千点吗？你讲安尼就赢几千点，对。我们稍待，先进一段广告。广告后，广告后，我们针对好你如何运用30分钟的反转 K D 去搭配5分钟的 P S Y， 在未来一个礼拜，一礼拜都好。我卖跟你讲什么一个月三个月，一礼拜。你咱的目标，你一定要抓20倍啦。你无抓20倍，你冷慢不要做了，凹单的就不用讲了，好不好？稍待，欢迎各位可以利用广告中的时间跟我们服务人员做个联系，就是要20倍，要安怎去赢这20倍？那欢迎各位稍待，可以打个电话给我们服务人员，我们2分钟后马上回现场。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变变变变通，肯定会成功。棒棒棒，一棒再棒，棒棒接强棒。强棒信存股，制度优化避开风险，抓破盘中波动，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棒。02-2578-3000。2578-3000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。02-2578-3000，2578-3000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
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鹅牌气密窗。台湾人很环保吗？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是不是一只鸽子背着高丽菜？那是环保标章。你看这边有说环保啊，你看全天然讲究好不是吗？有环保标章才是对健康好，对环境好，而且经过政府验证通过的。最好还是上绿色生活资讯网。台湾人，你们真的很在意环保哎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午安。一样哦，那个我们很快速看，这是11月14号，这些最重要哈。针对未来一个礼拜，输赢你输赢拢伫遮吼，你输赢拢伫遮，你爱做着，就是讲。8886点，你要站在多方；9090点，你就要防，要小心了哦。我看侧标，加重要，买低点，卖很高。哪里是低点？8886叫低点。啊，多位是很高，9090。我今我讲，过几分钟你嘛是够袂记哩。你讲我会记哩，无可能，没有办法了。那像较早，阮爸爸叫我讲。叫你读册，你就走去升白啊！啊，艺术赶快对不对？好，来看这里，我们来看哦，台北股市这是到11月14号14号，好、哦，它的关键在于123，这个最低点叫8374，这个最次低点叫8885，那么本波段的最高点叫9399，所以你该怎么做？哦、我直接讲答案哈、哦，你要在这里8886点要买进，然后呢，它会涨到哪里？它会涨到9090，这是你当天的11月14，对，哎、欸，去到9090，然后你又继续甲看嘛，啊，你又一直甲扛嘛，你就住8886甲扛嘛，扛到今嘛，这是加权指数，今嘛已经8995，哈，你又继续甲扛，啊，真紧你就看到9090了，啊，你刚好需要安尼做，啊，8886没有那做，8886你来做多啊，啊，你自己看哈，你自己看。8886是不是在这？这会输？好、哦，你给我看一摆，这是不是过去、哦、再小一点，你安怎做安怎赢？你用一般的趋势指标，你安怎做安怎输？你安我不，这是这十月，这已经十一月啊。加做多会赢，啊加做多会赢，还是加做多会赢？加放空会赢，还是加做多会赢？加做多袂赢，哎、欸。安尼起两百，起变两百点，你讲什么？这个上来将近200点呢。我接，加做多会赢，啊加做多会赢无？这加做多是免他输啦。啊加嘞，加啦，加是要输一堆去，啊不是8886，你是特惠的，你若不是要伫8881我停牌。你若不是买伫遮，8881点买完了、哦，来到最低8877，你不是买伫遮，我输你。啊，你为什么也买伫遮？因为遮，因为这叫一百，这叫零，这叫30分钟的反转 K D 啊。那即马90几啊，你袂再入去啊，你要等个过100，你要这个100啊，要有100才可以进去啊，要零啊，要零啊，要100啊。哎、欸，你不要看他92，这碰见过40点没结束哎，安了解没？拜托你修金呐，也修看起来好不好？照着做。来，第一个，全体会员，你每天都不留仓的，我们每天就只有一笔当冲，对不对？或者是 PSY 5分钟的到正50，我们就空，-50就多，就这么单纯。无啊，你大家拢不留仓，你是会员的，你续约的。一直到上个礼拜，我都有自动帮你升级特惠，对不对？外公或者是讲一点五哈，你续约3个月，我是唔该升3个月，你续约一年，我就该升一年。即嘛，咱家己也较单纯吼，来20倍，好、
我讲者较简单，一天二十点啦，最低标准二十点，怎么有可能没有二十点？一个礼拜五天二十点，你说很少？一个礼拜五个交易日叫做一百点，一个月下来就是四百点，一个月下来就是四百点。你爱替你家己每一个月赢二十倍，怎么样赢二十倍？哦，写个这简单。稍待，各位，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们服务人员。那么节目最后底下，祝好咱全国观众朋友阖家平安，身体健康，财源广进。感谢你的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变体空肯定会成功，棒棒棒，一棒再一棒，棒棒接强棒，强棒陷阱整骨，自动优化避开风险，掌握盘中波动，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棒。02-2578-3000，2578-3000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， 02-2578-3000，2578-3000。可爱又安全的家换好啦，还不行哎，要投保住宅地震险哦。啊，那是什么？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常常会有地震。地震，好可怕！那我的房子该怎么办？别怕，投保住宅地震险就有基本保障了。要记住哦，有投保的房子若在地震后全损，就要马上跟保险公司报案申请理赔哦。好，这样我们的家就有保障。